行科技大学的绿色能源实验室，以发展太阳能发电、风力发电等技术为主，为绿色能源相关课程讲授、实习与研究的场所。耗资超过5000万建制，以类生产线之太阳光电模组封装技术与实物，与太阳光电发电系统设计、安装与评估等太阳光电发电相关课程为主，培育太阳能光电中下游产业链之技术人才，以契合国内产业的人才需求，并达到绿色能源的扎根教育。智慧绿能实验室结合 LED 感测器、无线装置，可以进行 LED 植物工厂的远端监控，并可结合大数据发展物联网技术。特殊应用集体电路实验室在培育学生实现特殊应用集体电路晶片所需技术，即将其应用于智慧生活与民生电子相关领域知识，以衔接职场就业之需求。三维建模与视觉应用专业教室是应资系实务课程的教学空间，除能作为基础教学使用外，亦能作为无人机飞行与应用以及三维影像建模的教学教室。为迎接新商业时代，建行科大与合盟电子商务签约产学合作，并成立电商人才培育中心，发挥产学合作连接效果。行销企划实验室辅助学生产出行销企划实务作品之实作。国际企业经营专业教室主要提供全球运筹管理系统、航空货运管理实务。各适应调教室、中西餐与烘焙综合厨艺教室等，能提供各式饮料调制、餐点制作之专业设备与器具。木艺工坊设立主要为试设系木艺实作教室，达到学生能设计也能实务操作等能力。数位影像暨录音工程实验室的规格为国际级专业录音室等级，日韩文化课程体验教学及日本茶道授课教学与练习空间。创意中心结合四大学院，发展出文艺设计、城市应用、工艺设计、生活科技相关微课程，透过专业与艺术的发展，提供师生一个艺术创想的空间。各式课程及工作坊将每个人的想象化为实体的形象，创造出独一无二的学习成果。